第二两坏，这球中间方向突出了安打，现在拼不拼？绕过了三垒之后要拼，手刀冲刺本垒攻防战胜。现在球速又被科维斯取得绝对领先，对，速球还会过来啊，这个位置都是速球的位置。哦，来到一五二，全力吹球速。哦，这边叶总出来，要了解什么？科维斯有什么突袭投球之类的吗？有一些投手犯规的疑虑。要两坏，这球中间方向出现了安打，现在拼不拼？绕过了三垒之后要拼，手刀冲刺本垒攻防战胜。这边要挑战。有了。本垒攻防战究竟是胜？哇，那就平分了呢。哇，那就战成了4-4平手，代表科维斯的胜投飞掉。